团，真的后面一起笑。不是，我看到冰冰姐，你居然是画的桂林，他们觉得这里，你这边够不起一个冰冰姐哦。对，这是九灯啊，真的，这太精彩的这一集。然后你看哦，那个一开始那个雅露跟台一线今天。表现的也很好，谢谢，因为他把那个爱丽姑姑跟他的爱女赖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嘉玲是跟那家将，家将，我来了，跑错了，陈阳图陈第一次来跑错，这边对，跳舞就高追，当伊吼，哎，就先伊呢。他唱歌整个过程中最后会加赞，伊笑容拢无收起来。都会唱。这个所有员工啦，拢像伊安尼吼，真正第一名，对不？伊笑容就好诶。我想想，咱规定少少诶吼，真正来去伊遐甲掠掠。欢迎哦！啊，然后我再请你大家来食饭啦。可以哦。来去，来招一个，来招一个吼。诶，阿哥，哎呦，白冰冰你太精彩。我赶快办桌安尼来去啦。我今天特别的是要欧罗陈思伟。哎呦。你平常都是挨骂的多，对，他唱在 CP 的后面，那个 CP 的李子深，你看你根本都已经起笑了嘛，他那个哦也全力以赴，火力全开，哇，你两个有够精彩啦，你两个精彩，我再把那新人摇哪里，你甲看，你来看，你来看人这样，爱哦，你又在边听着，你来看，爱哦，我拢最爱人新人，每一个拢有前途，我希望那么好，都进步，我心讲。啊是啊是啊，思维足够紧张的，伊特别人头前足强，伊就紧张。我每次派那个更重要的歌给他唱，他就给他搞砸，你看。我的，那结果他今天我不爱插伊，看伊要安怎。哎呦，唱出来，唱进去我的心里。齐秦的歌，唱进去，而且你两首跟姐姐合唱的都很好，这要姐姐带的好，你郑重的跟他说个的感谢。我说实在话，我真的这辈子最感动的就是能跟玛雅老师唱那么多歌。你刚才讲你上感动的该唱，啊，你跟我唱的宿命龙，不是我感动，经典跟感动是不一样的。经典好啊，点起，点起，祝我就搞哎，真的每一哎哎过来，思维。Mixing Generation，这两个团体不一样，而且又得过冠军。对，哎，所以无赶快的三个，能不赶快团啊？哪一个是冠军？都得过，两个都得过冠军，两团都得过冠军。他们想说，他们可以稍微 solo 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，因为有准备。我不能这边讲，两个冠军团队叫人唱了一滴枪，对啊，一滴枪，对啊，跳到最后哎，这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，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，秀一下，秀一下，秀一下，后起之秀，我退休了，我看你差不多好退啊，你这老灰啊，那头发还能哎，快点拱起来，哇，这个都是最新的舞步，对啊，你那个头都甩得很用力，对不对？厉害，都很用力，年纪都好轻哦，我甩一下，我给俺过来甩一点，而且前面呢，你说那个平均11岁。看起来已经很用力了，这边到了14岁的后面那一组，哇，那个力道简直一发不可收拾，疯了啊！而且他们里面有一个是彭华干的女儿吗？真的假的？你是彭华干干哥的女儿 ？I got you。爸爸有来，这完全在意料之外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根本揩了他的油嘛，给他阿伯车马费啊，阿伯通告费，跨到人家油给他呢。我说句实在话，今天为了陪女儿啊，跟着所有的团同学，我们家长们都非常有耐心的看着他们跳。
就希望他们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像冰冰姐一样干嘛？飞黄腾达，望女成凤啊！会的，他们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每个人都这么棒，我们给他再次热烈掌声鼓励。谢谢 Maxi。第一回合大成功。好，第二回合找谁？第二回合我们的创作唱将新兵，请我们的叶嘉修老师。叶嘉修。迷亮，千呼万唤始出来了，开始开始。大师，请问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歌？今天要带来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，《厦门新娘》的主题曲啊。什么歌？你今嘛好不？你今嘛好不？一条吼，就出名的。当年《厦门新娘》面两岸你准备当通，因为开通的时候，阿罗马上做龙华的这个戏剧，非常受欢迎。对对对。哦，好棒哦！谢谢谢谢。嗯，那明亮呢？明亮，你要唱新兵。我今天带来《风尘酒杯》哦。啊，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。哦。因为虽然说现在社会很进步，各行各业都有，不过这个风尘的女郎嘛是还阁真侪。那不是专为他们而唱哦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风尘里面。嗯。哦，风尘仆仆。对。每天都在做我们该做的事，所以这都是风尘中之男女。所以风尘的酒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啊。好，那是谁先唱啊？叶老师，啊，叶老师先示范啊。你今嘛好不？听好听，表现得很好哎。我说他真的进步得很快哦。一直的新郎，啊，伊咧唱歌的唱功哦，嘛已经有进步，外形也在进化，下一物件我觉得也蛮成熟的。对对，尾功都一怪怪啊，你吼，这都爱请来的大师，大师你写了这么多歌，你总共安尼写下有几条？你捌算过无？差不多千瓜条。千瓜条！哇塞！你写几条？我快写十年超好千瓜条。伊这个上厉害是千瓜条内底，至少红的有300条。哦，至少厉害哦，因为每一首歌讲出来拢是红的，而且民歌这么民歌，民歌最经典的哪一首？迄个。外婆的外婆的澎湖湾呐，所以我们在讲写歌唔惊别人唱，已经甲你唱我红较重要这样。那你一位大师看到现在这些年轻人有传承，这样慢慢的做出来，你要不要给他几个评语？哦，他非常好，写的也好，加孙啊，整个旋律都就可以叫孙呢，而且蛮感动的，歌词也蛮感动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他唱的比我好太多了。哪有？是是是是是大师，我年龄也不同啊，你讲啊呢？不啦，不敢管，因为吼，我去当尊，我的责任就是捧红歌星而已啊。啊，等下歌手拢唱了比我较好。好棒，大家拢红都好啊！哎，我就觉得今天整个节目让我觉得好感动。我来问一下秀兰玛雅老师，那个你看着两代之间这样的一个传承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觉得很感动啊，因为嘉修老师他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，老师他从小评审我们到这么大，因为我以前17岁、18岁那时候老师。就有评过我，参加比赛，对对对，你歌唱比赛是老师当评审哦。对呀对呀，老师超级感动，他从我小朋友看到金马，哎，很成熟的熟女这样子的，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那种世代的传承那种感觉。哦，听老师唱歌好感动哦，老师唱歌就是很真挚的情感。你唱歌是有温度的，有情感的，有故事，对，然后新人就是很努力。我要跟前辈学习的那种精神，然后写的歌也很有水准。我跟你讲有水准哦，赞我哇！我嘛刚刚一下就有水准哦，啊呢哦，哇！所以哪一天可以像叶嘉修老师一样，被别的歌手唱红你好多歌，这东西你也挺住呢。谢谢，光荣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！两位都好棒哈！哎，我们的这个创作新兵大成功，第三回。大牌秀来了，大牌秀哦！今天的大牌秀可精彩了，好久不见的歌仔戏，让流行歌与歌仔戏的碰撞。我们今天的大牌就是徐雅芬。